的名字叫易，是个作家。那每个表现精神的文字，标了对话金钱成本，是我现在的工作。靠着每月投稿，或是帮人翻译，来维持自己的生活。以前我做过很久的 DJ 与酒保，我觉得我的工作有些共同点，都是把原本单个的东西重新拼凑混合，来创出新的东西，给它新的含义。这工作听上去很伟大，但有多大意义我也不知道。经常会遇见顾客和我说，这很酷，你能不能再来一遍？我从来没有再做过一遍。他是否明白，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重来的？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我的 MSN 一直在线。有一天我遇见了他，他误以为我是他的朋友，把我加了进来。出于好奇，我和他聊了起来。她的名字叫心，是个充满阳光的女孩，喜欢像猫一样晒太阳，喜欢看喜剧，认为大笑要比大哭好。我告诉她，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见阳光了。她说这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在她的世界里，一切都是阳光的、彩色的。我喜欢上这种感觉。所以我决定约他出来见面，看看他和看看九月的阳光。